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豆豆龙啊，呜呼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《糖果传奇》第八关，然后它这个是就在27步内把17个冰砖打破。哦，像这样子有两个的话，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让它大爆炸的。然后如果17个冰砖打破的话，就可以通关喽。我们就来累积一些特殊的糖果，然后把分数用高一点。哦，它像这样，它会显示说还有几个冰砖还没有破。啊，这关其实蛮简单的，我们现在就剩下两个。哦，剩最后一个喽。好，我们已经轻松的清光了，破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第八关就先玩到这里哦。谢谢各位收看。